各位同学，那因为时间关系，可能会稍微快一点。然后有问题的话，再请各位同学再问哈。那么，现在也好，或者就其实这我们很清楚了。这个今天台铁的行车，不管是什么的，不管是公路或者铁路啊，这行车一定跟耗资有关系的，都是看红绿灯的。那耗资事实上在台铁耗资的话，分三种，一个叫耗资，一个耗讯，一个标志。那我们大致上所说的大都属于耗资，只要是红绿灯都是属于耗资。至于耗讯的话，刚刚今天有同学问，那指挥旗那个就是应准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表达意志啊，给对方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耗讯啊，这个就耗讯。或者说各位在月台上有看到，各位在月台上有看到有没有？那个开车灯有没有看到？在月台前面呢、啊？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副站长量完毕以后，他在按了一下，有开关打开，那月台前面有一个那个绿色灯，哦，绿色和蓝色灯就亮了，那个就是开车耗讯，那就耗讯。好，司机看，哎，开车耗讯。司机一定要看到耗讯，一定要亮的。虽然说耗字已经显示绿灯，但是如果耗讯没有亮的话，司机还是不能开。如果被开了会被记过。啊，不是，基本上是你有停车站的地方才有，你有停车啊，然后是那个地方啊。那自己标志的话，就是刚刚讲的说切。切哦，预告预切哈负、哦、那个就标志，哦，还有各位在有时候在路线看到有上面有写什么90啦啊75啦，那个时速那也是标志，另外预它那个电车线呢，电车线那你上面旁边有写哦预，哦啊另外有时候各位有时候在看到对不对？那个路线旁有那个斜线，上面写说什么9啦、7啦，那个就是坡度标，那个都属于那些都是，哦，那速度标那个标志，这些都是属于那个，啊、哦，那耗资是用于防护列车，如钢轨断、落石、列车间安全距离冲突进入平交道等，使列车能安全运转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设备啊。事实上，这里面呢、啊，目前。这个钢轨段，事实上我们要可能要重新评估了，因为台铁现在，采用最新的叫做什么那个计轴器啊，就没有这个功能存在。因为计轴器它是两端连侦测，中间它不侦测，那你那个轨道电路它是有侦测的，因为它这边送电从那边出来啊，如果你中间断掉的话，它电通不过去，它哎你这轨道有问题啊，它是有这个问题存在。啊、哦，然后正常耗资是行车安全与效率不可缺，耗资故障直接影响行车，造成列车误停，降低服务水准，间接影响行车安全。这个，我想刚刚已经讲过了。那个高铁最近的耗资故障是一个非常哈、哦，非常是直接的那个示范给我们看的、啊，啊、哦，司机也必须绝对遵守耗资显示办理行车，遇耗资故障时。对，应依照相关规定办理，才能确保行车安全。这大家应该，我想都应该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那个，比较秀逗，对不对？你必须看我的，听我的。那个司机说，你不要秀逗，不要突变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、啊、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你因为有些时候耗资突然故障，本来应该绿灯啊，它忽然变成黄灯啊，那变黄灯，红灯有什么意义？也许啊。也许刚刚有车子闯进来，也许有人家在那边工作，造成那个耗资这边有些时候，对不对？你那个为什么你们有碰到什么列车互撞的没有？或者边撞的，会边撞，这各位知道吗？对，边撞。那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个司机没有依照规定，因为他已经跟他讲说。我耗是红灯的，他当他红灯的时候，他应急过来就会产生这个情形，是吧？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现在我们来讲这个，
啊，做这个。现在那个行政币在制度演进，在某一长途车的范围、轨道范围，将以闭塞号式管理行车。当列车进入该区段时，将此区段关闭，阻塞其他列车就位置闭塞。那早先行车仅有一机车在两站间行驶啊，无力冲撞，自不惜闭塞。其后列车增加逐渐改进的行车闭塞方式。以前呢、啊，每个车站呢、啊，对，一条路线可能就只一台车的，招来招去呢，那根本就不要什么什么，头前也无车，让他走嘛，无关系啊。但是现在不是啊，现在车越来越多啊，对吧？所以就需要了吼，所以就开始是就是安尼，通信闭塞，借由电报、电话之联系，以获知有无列车或何方向前开。就是讲，哎，你即马就你吼，你即马我来，哎，我即要车要开去，你有车要开啊无？啊，伊也讲啊无 ，OK， 好，我即边车要过去。啊，这就是伊在用迄个通信或者用电报联系。伊刚开始的就电报这样子，或者电话。那个向导啊，向导就说，由唯一合法是向导随车向导，只能在两该站间行驶，亦为欧洲铁路采用凭证的行车管理制度以外。迄就是讲，你即马要车开去，爱有一个人对车。你即两站间，我车对去，啊，即马去到遐，啊，即马哦，我人伫遮，我即本煞在开车，我这等我开到转来，啊，就表示讲，这个区段，这個、区间搞一台车尔，对不？因为人对车，啊，你也无你无这向导员，你车就袂使开啊。但这有一个缺点啊，我两座连续要开啊，唔得佫派几下去。哎，啊对，啊对对对，嘿嘿嘿，嘿对。伊款的，嘿，无，迄款的就头下底，根本就无需要啊。向导是讲，向导伊就是讲，伊即马做啊，我，你这车站，我这车站，甲站的 A 乙站，啊甲站吼，我要开车过去，我有一个向导的，一伫顶面的，有向导的车才使开。你边有车，但你无说，你无想到，你袂使开过来。啊，就是讲个防止讲你就过来，我车去两边，当时开来免去消防。啊？没有啦，不是。当你以前有故障的时候，嘛也采用啊，后置故障时嘛可以采用。啊，有些标志嘿。对。哎，类似路牌的丢了，其实就在当路牌使用的。你以前吼，对。我给你拍一个，这个那个，锵，去对面了。伊讲我同意，啊，伊即马，啊，伊个回应，啊，你即马你个起来，一个路牌都来，啊，这路牌过，啊，装个袋子给司机就根据这个路牌，去个对面。去个对面，那个不是桶，那一个桶的，它有三角形、圆形、椭圆形、四方形，有四种。哦，铜的，不是那个像我们一般的大楼那种磁卡这样子。你咋不要发电呢？电器路还不是？哈哈。刷卡，你们才有刷卡。啊。现在在讲，那连锁汽车随着轨道电路发明，再发展出单线。但是连锁闭塞制，目前中途后续都采用这种闭塞制。迄就是讲利用迄个轨道电路吼，轨道因为我们的铁路是两条钢轨，那你如果你铁路的钢轨那个轮子也是钢的，当你压下去的时候就会导通。啊，你基本上电轨，一边本来我基本上电，另外一边为了继电器接收。啊，你即把车给搭落去，因为这个秀都去，那边的激烈就会落下，哦，就表示讲这个中间有列车存在，哎，这就是那个连锁，哎，我就知我就是车停的啊，哦，那较简单就是安尼，时间较无，
现在过来就是像那个较新鲜就是，我战场控制就好改为中央行车，我现在我那四条有无？各位有无有去参观袂无？没有。下次可能那边要有机会去参观的铁路施工，应该去了解一下。现在台湾呢，台湾整个环岛系统嘛，都在市的控制，我们加咱们那个集中控制的，集中控制的就八个站中间系统控制的。啊，有机会不要申请了。申请啊，那卖膏药。不要的，吼。啊，以前讲我只控制我。我要出去，我才控制，就使安尼。你才控制，吼，即嘛该即款，吼，像这些即款。啊，即个吼，啊，即头下讲比赛理论就是安尼啊。本来以前吼，假设个以前都去用高一个区间啦，但是为了吼增加它列车密度，伊加到加个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， 你讲。每一个 block 内底可以塞一台列车伫哩尔，啊，等你这台车走到嘉义，吼，换这个变红灯，换这个变黄灯，啊，你就得你来有限速60公里，会使慢慢啊开，啊，你开这个看，伊也未离开，你就赶快来个再个看红灯，啊，假设你这台车开车，搁开到嘉义时啊，因为这个换这变红灯嘛，这红灯这变黄灯，黄灯这变青灯，啊，伊就在用个全速前进，安尼。行车安全距离，另外一个增加列车密度。无，你照讲，你开个驾驶，你开个驾驶呀，伊吼，你若讲伊旧话来讲，你个只个只能有一列车存在而已，起码会使跟着开啊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吼，一般来讲差不多1.2公里到2公里，看那个需求啦，看那个有些地方哦，你要看那个耗资机那个。设的位置不同啊，有些地方因为耗资机设计吼，设计无拄好，因为未拄好啦，看未清楚，啊，迄个有当时迄个所在，耗资机给掠掉的，啊，掠掉的了后，你本来会拄，本来遐变作讲会减去，安尼。基本上会较低，上低我嘛捌看过迄个九百嘿。有，都这款嘞，哎，啊？哎哎。